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乔瑞。我们的总监人非常好啊，他帮我们准备了下午茶，买了很多的水煎包，好来请我们吃。OK， 那让六姐先选。哦，那待会同仁们就会陆续过来选了。哎，你看，开心的西哥，他看到有吃的就非常开心。好，那来看一下哦，这里的话呢，有素的，哦，也有咸的。啊，咸的就是那个包，啊，素的就是这个包芋头的，然后还有甜的，哈，甜甜圈，哇，应有尽有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口味，反正应该很多啦，绝对够吃，绝对够吃，感谢总监。